儿童节活动比趣味也比精彩，会带乡里幼龄的小朋友在儿童节进前最后一个上课日子，除了收到益智积木顶的儿童节礼物以外，乡长更加化身为外送员，送来烧烫烫的披萨，和小朋友享用，和会带囡仔度过一个难忘的儿童节。穿着熊猫人偶装，骑着细只奥多麦，高追的外送人员送来烧乎乎的披萨。各位小朋友，我买回来了，开不开心啊？牺牲这么大的美食外送人员，竟然是会团乡长。为着要让小朋友过一个难忘的儿童节，今年乡公所除了送给乡内各小甲幼儿园每一位小朋友一份儿童节礼物以外，在放四天连续假期之前，搁送披萨到乡里幼儿园，让小朋友加菜。因为咱囡仔是咱国家未来主人翁啦，所以讲咱每一年伫咧儿童节的时阵，拢会想着讲，予咱个囡仔过着一个上快乐的一个儿童节。所以讲，咱公所除了送予咱乡内一个幼稚园甲国校弄一个儿童节礼物，咱对咱所有咱这个乡里幼稚园的小朋友，咱想讲，让伊过着一个更加无同款的一个儿童节礼物。所以咱除了送积木这个儿童节的礼物之外，阮拢会搁伫咧每一班咱乡里的幼稚园，拢会甲买一个披萨，予大家更加过着这个儿童节快乐的气氛，予大家当快快乐乐的成长，健健康康的成长，予伊。感觉咱花旦乡立幼儿园做了是上赞的。乡公所指出，目前花旦乡立幼儿园总共有136位学生分布伫个社区上课。乡公所伫个古营区，当伫个兴建全新的厅舍，预计今年底会当完工。到时阵乡立幼儿园就有更加好的环境，会当集中上课。大庄新闻张尚辉段采访报道。